做一下总结啊。啊，今天学了两个东西，第一个叫 listener， 第二个叫 filter。啊，但是从这个使用频率来讲啊 ，filter 的使用频率更高一点。啊，这个 listener 呢，找一些同学问一下，这好像问过了，这个同学没问过。好了，这个业界的同学问一下。Listen 呢，我说过这是 Servlet 里面的这些 listener 了，请问有几个 listener？ 八个是吗？好，分成几种？三个是吗？这几个？啊？八个啊，有八个吗？八个，几种类型啊？三种类型吗？哪三种？再考一下您。第一种针对什么？作用域的，怎么又是当前页面了呀？针对作用域的创建和销毁嘛，对不对呀？好了，请坐啊。第一种是针对作用域，就是三个作用域的创建和销毁。第二种呢是针对三个作用域的那个值改变，就是它这个是添加了呢还是移除了呀，这个改变，比如说什么呢，在这写一下啊，就是添加，然后还有一个是替换，还有一个是移除嘛，还有第三种是针对 session 中的值钝化活化，还有一个是绑定，还有解绑，其实这个地方是两个渐进器啊，上面是六个渐进器。好，那这是一套啊，钝化活化。好了，那找个同学问一下，这好像问过了。好，问一下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只问一个就行了，其他我就不问了。session 中的值，我们说钝化活化，先说钝化活化是什么意思？我问你两个东西，你就说序列化，还有什么？啊，反序列化。好，那。好，那序列化跟反序列化是什么意思？你说序列化是什么？啊，把内存中的对象存储到硬盘上。那这个反序列化呢？反过来是从硬盘里边读取到内存，对不对啊？好了，再问你个问题。什么情况下会钝化呀？去上厕所它就钝化了，这个是什么情况下钝化？上厕所是什么意思？钝化是什么呢？请坐啊。钝化呢，你上厕所会钝化吗？其实就是你上厕所了可能会超时了，超时它会钝化吗？大家超时会不会啊？超时会还是不会？超时你设置了那个多少多少，超时到底会不会？其实超时它就失效了，这个会吗？超时就失效了，就是 session 就销毁了。啊，等会儿再说啊。那什么事情况下会钝化呢？就是我们在这呢，啊，一个呢是非正常还是正常啊？
非正常关闭服务器，它就会顿挫。如果是正常呢，它干啥？正常关闭服务器，它就销毁了吗？那有同学就说了，刚才老师你不是做了一个实验，它超过的时间它也钝化了吗？那是你自己设置的啊。如果咱说的是默认 session 超时过了那个30分钟，它就无效了啊。那在这里边就是你自己设置了 session 多久时间啊？当然你这个你肯定得在那个超时时间之内了啊。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context 点 text 呢，这个好了。那活化就是你在刷新的时候或者在请求的时候，它就把它取出来了。就是咱们这个 listener 啊，其实这个 listener 呢，大家未来真正用到的话，其实在里面用的比较多的有三个。第一个是 server-like context listener， 这个这是第一种的监听器。还有第二种是什么呢？可能有两种啊，还有一种 HTTP session listener 啊，这也是第一种的。还有一种呢是刚才那个钝化活化的这个监听器，钝化活化的监听器它对应的这个名字找一找，记不住了这个啊，叫 HTTP session 的，这写错了 ，HTTP session 没显示出来，我这没有找对是吗？找的是这个 Java 一的，应该找的是 Java 一的啊 ，HTTP session 的这个挺长的这个。啊，那上面这个用在哪里呢？这个就是这三个你可能会用的比较多一点，其他可能都不会用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在你服务器或者是应用被部署的时候，也就是加载的时候了，就是服务器加载这个项目的时候，做一些初始化工作，比如说你做一些任务调度之类的，就用这个了。那这个一般有什么用呢？这个是用来统计在线人数的。那这个呢，这个是做一些那个钝化活化的处理。那一般你就用的这三个用的比较多了。好了，接下来讲一下 filter 了。啊 ，filter 呢，找个同学问一下。啊，问一下啊，就很简单的问题了，就是。啊，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要写一个过滤器，我是要做什么工作？就是你怎么样在你的项目里面加个过滤器了，是这个意思？我想整个过滤器，我要做什么工作呢？第一件事。啊，第一个写个类，实现个接口，是不是？啊，定义一个类，然后实现个接口，还记得那接口叫啥名吗？叫啥名？啊，叫 filter。那第二个是什么？注册，好，在哪里注册 ？Web 点 XML 是吧？这个。它的注册手法是怎样的呀？啊，跟 Solid 很像。好，请坐吧，与这个 Solid 相似。好了，这是 Solid 就 Filter 这边呢，啊，大家要掌握的第一个点就是你会写个过滤器。好，然后第二个点呢，找个同学问一下。张开元同学搞成问过了吗？有没印象吗？站起来我就知道了。他不用问别人了，请坐。问一下这个同学，问一下。好，那这问题很简单，就是你的过滤器是在请求到达 Solid 之前还是之后知道这个事情啊？收到这个请求啊？在请求到达 Solid 之后，他收到了这个请求是吧？
Servlet 过滤器，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嘛？现在这个是客户端嘛，这个是服务器端嘛？你这个过滤器是在中间这个位置，还是在之后这个位置？中间的位置，那就表明你在到达服务器之前，先来我这个地方嘛，对不对？好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过滤器如果想放行，就它不拦了吗？放行还要写什么代码吗？就 return true 还是 return false 啥的那个是？怎么我就随便说了一句你就 return true 了这是？你再想清楚，就这过滤器我不想拦了这是？是写啥吗？啊，请坐吧。要想放行，你就用第三个参数的里边一个叫啥？do filter 啊，你用这个就行了，人家没什么反馈知道。写上这行，它就放行了，到达了下一个，也许是过滤器，也许呢是到了我们的服务器里边去了。好了，这是咱们的这个过滤器了。那基本上、还有个问题可以问。生命周期，问个东西，这问过了，这好像也问过了，这个同学好像没问过，没有问过。好了，过滤器的生命周期，其实生命周期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它什么时候创建，什么时候销毁。好，请坐啊，说的挺好。这个地方呢是发布项目，其实呢就服务器加载这个项目的时候嘛，这个意思，服务器加载这个项目的时候啊，创建实例啊，这个地方呢销毁的时候就是关闭服务器或者从服务器中移除项目的时候。好，再找个同学问一个我觉得很简单的问题，当然我没讲过的问题啊。这个同学问一下，这问题很简单，请问为什么一定要在服务器加载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创建过滤器的设定？再问一次，我们说过滤器呢，它是在服务器加载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创建这个设定，对不对啊？啊，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做呢？就他有什么考量吗？这个是啥？什么？不是啊，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呀？你先听我复述一遍呢。过滤器是在服务器加载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创建这个实例，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它一定要在加载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创建这个实例，而不是其他的时候创建这个实例？那好吧，那我再问的再通俗一点，就是为什么它不在请求到来的时候再创建，而是第一次加载的时候它就创建了？这很简单了吧？那请坐啊。其实原因是什么呢？就大家可能面试的时候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人家都喜欢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虽然可能这样的答案呢你在平常啊都没有人跟你说过，但是这个时候就考察一下你的这个应变能力了。这个为什么他一定要在加载这项目的时候创建这实例呢？你要答这个问题的话先考量一下，就反正反嘛。那万一他要是后面再创建，他会有什么后果呢？其实感觉没什么后果，就对我们测试 demo 来说的话好像没什么后果，对不对大家？但原因就是你在后面创建的话实际上可能稍有一点晚，就我可能一个请求过来我得你先创建这个实例，有可能这个过滤器它在 init 的方法里边它做了一些耗时的工作，有可能在这里边执行10分钟的耗时，假设啊，但我们这夸张点了，
你就这么举例给人家，你说这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妥，为什么呢？假设一个过滤器里边它的初始化做了十分钟的耗时，那么说一个请求过来啊，他得先经过这过滤器把那十分钟走完之后，才能创建这个实力对象，我才能走到他那个放行那个方法，这呢就比较被动了。那人家为了让咱们这个用户体验变得更好，交互变得很流畅，就在加载项目的时候先实力化它了，即便你做了十分钟，当然你不会有这种可能了，就假设就做了十分钟，那这个地方也会比刚才的那个时间点稍稍提前了一点，这么说就可以了。好了，那这是咱们的